这是干的吗？嗯。这是拔的啥？我准备建个葱，煮点煮条鱼，准备米饭。嗯，我们朋友来了吗？我们还想吃扎扎实实拌面呢，鱼也占劲的很。鱼吧，一把花也开了啊，就是小花嫩嫩的，这花一茬一茬子的。嗯，这花是颜色漂亮的。嗯。拉上了吗？东西了不？啊。拉上了吗？这些东西啊。啊，拉上了。嗯。完了都吃，这个杏子可以吃啊。可以吃啊，这是吊丝杆，不过现在可以吃，然后可能吊上两个月之后啊。熟了啊。吊丝啊，可以吃，你尝尝。酸酸甜甜的，它的核也可以吃，有些那个杏子的核，风可以吃，不可以吃的。你们山上这东西没有啊？我们山上全是野菜、野蘑菇啊。啊。野猪。那是更好的东西嘛。啊。我们这个杏子也熟了，这个杏子，每家都有这样一个杏子树有呢。哇，这个好吃呀、啊。就是，咱们坐一会儿。今天继续炖个鱼，这个鱼先腌制一下，上面有花椒粉。然后有点酱油，有点生姜这样的东西啊，先腌鱼，然后炒鱼先炒料，把料先炒出香味儿，对吧？辣皮子、生姜，有点放点豆瓣酱，哎，直接把腌好的鱼往里面一倒。做鱼哦，最简单就是把鱼腌好之后，把辣皮子和生姜那些炒香之后，把鱼往里面一放，你给它翻几下，然后加水。做鱼真是简单哦。一般几个棒子，三五个棒子就一锅鱼就出来了。所以你们说我不干活，对不对？我也天天出去捡柴火。因为我摄像头只有一个嘛，我妈他们又不会用，我就在那这样抓着来回切换镜头呢。幕后你们看不到的都是我干的活，请大家多体谅一下。这鱼，哎呦，前两天去吉林市跟小陈拍视频去了，这个几天没回来，你看这个丝瓜也可以吃了，这葡萄也长出来了，门口的杏子也长出来了，那黄瓜你看好多都可以吃了，拌凉菜，中午吃水果，毛青也可以吃，毛青都吃了几茬子了，看到没有？那小花你看，那厕所那边上那个花看到没有？哦，这个院子感觉已经出来了。辣子估计再过一个星期可以吃了吧，这辣子啊，一直在收拾。这个茄子，哎，茄子也快了，可以吃了。西红柿按的半个月吧，也可以吃了。笋子炒肉，然后呢，老规矩把肉炒香、哦、酱油、咸盐、花椒粉，这是我妈最爱常爱用的一些调料啊。然后一般辅料比较多嘛，菜比较香点，吃米饭辅料尽量多点。辣皮子、小葱段，啊，这是必备的东西。看辣皮子，辣皮当辅料我觉得特别好，香嘛又提盐。撒点小葱花。嗯，这小草下米饭才行。来，叶子包随便吃一点，我们这也就是这个下面嘛，就是简单的。谢谢啊，谢谢这么接待。谢谢马龙在那个地方也麻烦你们，你父母亲那么照顾他，有时间找你父母亲下来玩啊，下来玩那个三轮线。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忙的，我忙的不见吃饭，忙的不我们家不来吃饭。对对对，吃，动筷子叶子包，牛排加上吃鱼。嗯。那你也吃嘛，我们这不像你们三行啊，我们这就是这样子的，小锅小灶的，不像你们在上面大块吃大块的啊。哇，是鱼好吃啊，闲了让你父母亲下来玩。好，马龙这个朋友叶里包，他们家主要是搞旅游的。在那个乔尔玛那个位置，在乔尔玛那个地方，乔尔玛往西走个18公里，十八公里那有个仙女湖。那属于他们自己家的景区啊，有1500亩操场，有山，有水，然后有溪流，对，景色很美，山顶还有小湖泊，确实是。想去玩的朋友，就跟小马联系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。小马，然后找我。我带上去倒是啊，吃肉也得不，来一块，拿一块吃啥？拿一块，拿一块吃。拿一块肉吃。吃，来一块。肉烂不烂？可以吧？嗯，好吃。我去年跟你在一起，在那山上吃了两个月的羊肉嘛，天天羊肉。就是。有一天最夸张的时候，一天吃了12家子。人家说的好嘛，靠山吃山嘛。啊，咱们哈族朋友的话，靠着山就是。这两年政策好，一家都分几千亩地。对。几千亩在那草场的话，你哎呦，你们这是做的活的是天上的事，神仙的日子。夏天下草场去了，一住凉凉的，
喝着马奶子，吃着羊肉，冬天冬窝子一下来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冬冬不离肉。对对对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你要好好吃。嗯。嗯，也哪天我们上去了，我们要狠狠吃呢嘛。就是，不都是吃也的不？嗯。来了嘛，就高高兴兴的玩上一天。我们要简单嘛，啊，对不对？吃吃吃。我们新疆这个汉族朋友很实在，很淳朴，热情，特别是对这个客人这一块特别热情啊。他们可以说你到他房子去，他把家里最好的东西、最差的东西都端给了给客人吃的。对，嗯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这个民风淳朴，下来我们也一样的，我们也受他们的影响，我们对这个朋友啊，对这个亲戚这一块特别认可的。所以以后你和马龙也年龄相仿嘛，啊，对，你们经常一块来一块玩，你的父母亲也到这来玩，啊，哦，你们也去，去，我们一定去。啊，今年，去年你没去成嘛？去年就腰不好没去成，嗯。好，今天你们多吃上点，多吃上点，然后。啊，这个味道太好吃了。哈哈，可以吗？鱼，特别是这个鱼，是吧？我今天。阿姨给专门用心给你做的啊，哎，你也是远方的客人，阿姨的饭碗我就是荣幸。现在是网红奶奶，现在是。现在好多人想吃奶奶做的饭的。现在味道嘛，吃这我就没吃过这个。这个牛肉也好，今天嘛也好，今天嘛时间有点仓促了，那就给你那个简单吃点，那天你们再来，嗯，把你。家人的都带好，娃娃也带好，好的提前打个招呼，我们提前给你做啊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就是，你们多吃上点，多吃上点，然后今天吃好喝好玩好，然后今天就是很完美的一天啊。其实饭也简单。下次咱们山上再见啊，阿叶的不？好好好，好不好？嗯，咱们从山上见到好。找我。好好好好好。